省时喽。您这儿有省时没有啊？哎呀哎呀，收省时喽。收省时喽。先生，你这身上是什么味儿啊？这是哦，我平时就是收点省时。您这收省时来我们这儿是？哦，小兄弟，麻烦您跟陈掌柜的传个话，就说齐掌柜的孩子病了，托我买药。您先出去候着，我这就给你通报去。那你快点。好，好，一定好。哎，好，我就在门口等着。好，好，哎，好，您快点啊。说了，让您到后面去取药。路口左拐就是。哦，那边。对，那边。哎，好，您慢走。谢谢啊。嘿嘿，您就是陈掌柜的吧？您是？我是来取药的。您跟季掌柜的孩子是什么关系？啊，我和他是世交。进去吧。哎。这是我托了不少人，帮我从医院里筹集到的，虽然不多，但是该有的全都有了。太好了。陈掌柜的，真的是太感谢了。您放心，我会尽快把药品交给季乃臣的。好，我就不多说了，赶紧从后门巷子里走，那这人少，毕竟想必安全点。好，不过佳木斯最近风声很紧，日本鬼子盘查很严，你这药怎么带出去？太君，太君，你干什么的？我是收省时的。省时？哦，这就是剩菜剩饭什么的。你收这些干嘛？我就是一养猪的，这东西是给猪吃的。走吧。哎。不对呀，这人怎么那么些东西瞧？等等，
兄弟，打开，我要看看。大俊，我跟您说，这个东西它味儿啊。打开。您非要看它干什么呀？这是。打开。让你开就开。说什么来着？我说它有味儿吧？滚！曹子赖，吉大哥，吉大哥，哎，刘姑娘，身体好点了吗？好多了。你好，吉大哥，我能请你帮个忙吗？什么事儿？你说。我想上洗手间，可是家里没有手纸了。我刚听见外边有卖的，您能不能？行，没事儿，我去吧，你在这儿等着吧。哎。刘姑娘，吉大哥，买回来了。哎，谢谢您啊。没事儿，我就在旁边，有什么事你叫我。哎，啊。司了，宋安琪给我信息了，说黄晨的车明天就出城，所以咱们明天就可以行动了。哎呀，粮食也弄到了，药品也找到了，现在就差怎么上卡车的问题了。宋安琪已经安排好了，他说明天只要我们按点到警察局汇合就行。好。哎，咱们那药品怎么拿啊？明天咱俩分头行动，你去南阳书店取药，我去警察局蹲点，你取完药就来找我。好嘞，听你的。你饿了吧？咱们。给你弄点吃的，啊，走。您不是要利用他们出城，从而一举摧毁抗联的根据地吗？一定能够找到他们的根据地的。
那你为什么还要活捉冷云呢？天中君，请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已经做好了随时为天皇御罪的准备？天皇万岁！大日本帝国万岁！ 你这自己防身枪你给我干啥？我不要。你不是口口声声说保护我吗？那好，你拿着这把枪保护我出城。怎么回事啊？你交给我就对了，我枪法相当好了，绝对把你保护的好好的。我给你来个标准的刺枪姿势，你看。找我有事？啊？不看看我这刺枪姿势啊？ 我送齐大哥出城，你在家乖乖的啊。我知道你们要离开佳木斯了，我也知道你不会再回来了。志明姐，你别再骗我了，我没有骗你，我会回来的。 真的，我不走了。你没骗我吧？说嘛，那你们早点回来，在家乖乖的。嗯。哎，跟柳姑娘说了吗？我说过了。啊！开门，开门。
怎么样？就是那辆卡车，两袋粮食我已经藏到车上去了。等会儿啊，我会想办法带你的两个朋友一块上车。我也要上车。你为什么要上车？咱们不是说好了？你必须让我上车，否则我是不会兑现你承诺的。你想护送他们一段？反正啊，你千万别忘记我们的承诺就行啊。 你还有一个朋友到底什么时候来啊？再等一会儿，马上就到。他必须得赶快了，一旦卡车发动起来，就没法再等了。不行，必须保证他安全出城，否则的话，我不会兑现承诺的。 老板在吗？我就是，您是？我是董先生派来的，他让我替他取一些书。哦，想起来了，您稍等。好。啊，好，那麻烦你了。不客气，就是小心这些书。 我明白，告辞了。孙局长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谁让你们随便搬动后勤部的物品的？孙局长，您就别为难我们这些打下属了。 要不是日本人交代，我们哪敢动您的东西啊？我可以不为难你们，但你们也别为难我。你们呢，让我这边再清点一下，重新做个记录，我也得跟我上面做个交代。这可是荒野的东西，孙局长的话肯定要听。孙局长，您查您查，就是希望您能够快一点，我们好回去给荒野交差。
哎，你们怎么意思？跟着我死死盯着我，怕我偷东西啊？我们在后面跟着你，就是看你有什么帮忙，我跟你大把下手啊。我这个人呢，有一个习惯，我检查别人东西的时候啊，不喜欢别人在边上盯着我。哦。这样啊，外面街道拐角那儿有个烟杂店，那这钱给你们，买几包烟抽啊。我这可能需要点时间。谢谢局长。哎，好。不用着急啊，不用着急。一共两袋粮食，全都在车上了。我现在先把东西搬下来，腾出地来藏人。现在只够再藏一个人的，怎么办？他们回来了，你赶快先藏起来。林姐，孙局长，检查完了吗？啊，检查完了。那咱们就走吧，走吧。哎哎，等一会儿，哎，我问你们点事儿。你们身上是不是还留了点？您这什么意思，局长？大家都是聪明人，装什么糊涂啊？这面上的事儿是过去了，但这下面的好处也不能一点都不给我漏啊。我知道你说什么意思。原来你好这一口啊！好不好这口跟你说，你们都给我记住了，以后有什么好处？这边的，别用这个。先去吧。小少，这车上只能坐两个人。是你，这边车上只能坐得下两个人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，济南神是跟你一块下山的这个事儿？这些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已经留下来了，不是吗？对呀、啊，既然你已经答应要留下来了，为什么现在还非要去看他们离开佳木斯呢？我当初不是跟你说过吗？如果我不确定他们安全离开，我是不会兑现对你的承诺的。这个房子以前是我一个远亲的，后来他们全家都迁到南方去了，这个房子就一直空着。志明，你下面就先住在这儿，这个周围邻居比较少，比较僻静，相对来说比较安全。汉奇，我想跟你谈一谈。哎，我们是该好好聊一聊你留在佳木斯以后的事儿了。
派去跟踪卡车的人尽量少跟刘文丽联系，在没有确定抗联基地的位置之前，千万不能暴露刘文丽的身份。可是大佐，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怎么样才能接到刘文丽的消息？让他们沿着卡车的印记跟踪就行了，剩下的事情交给刘文丽去办。大佐，属下有点没太明白。你不要忘了，他可是日本特务处精心挑选出来的人，我相信他会完成任务的。我懂您的意思了。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？报告大佐，他们在东南区的一所民宅里面住了下来。您为什么不直接把他们都抓起来？柳云这个女人办事非常谨慎，她既然留下来，自有她的道理。我想要看看接下来苏汉杰和柳云到底能发生什么事情。您的意思是？孙汉吉是想要留住冷云，但冷云留不留下来，还要看事态的发展。所以您才提拔孙汉吉当局长，借此来除掉那个冷云。你不觉得孙汉吉这个人很矛盾吗？他不喜欢抗联的人，但是为了自己心爱的女人，他会去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。我还是不大明白。我相信苏万吉一定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辅助工具。还有，你们要密切监视冷云。我想要知道他留在佳木斯的目的是什么。留在佳木斯，只是为了兑现承诺，并不是真心的想跟我在一起啊。韩琦，我真的很感激你这么多年对我付出的感情。我也知道，你答应帮我是希望我能留下来，但是我想告诉你，我们俩不可能在一起了，我们已经结束了。不，我不想听你解释什么，是因为我可以不在乎你以前所做的任何事情，包括那为什么你跟姬乃臣你们现在又在一起了。我们在一起只是工作。苏汉琪，有件事情我想问你，希望你如实回答。姬乃臣父亲的住处是不是你告诉日本鬼子的？是日本人逼着我说的，如果我不说出来，他们说他们会杀死你。好，我再问你，日本鬼子把吉乃成围在工厂里险些炸死，这事跟你有关系吗？你说呀。姬乃臣，我去找过他，我甚至于我都跪在地上求他，可他却……当然，这我也不能，我一时糊涂，我这该死，我一时糊涂，我这该死。志明，你一枪打死我吧！志明啊，其实我做这一切也是为了你。再说，他现在
不也活得好好的吗？志敏，只有我真心实意的爱着你，只想把你留在我身边。啊，你不用担心日本人会把你怎么样。我承认，过去我无能、懦弱，但是现在我不一样了。现在我是警务局局长，我可以保护你。因为你是局长，所以可以保护我，是吗？你以为日本鬼子会放过我吗？那我们就远走高飞，到没有日本人的地方去。我们找个偏僻的地方定居下来，安安稳稳的过我们幸福的小日子。松海琪，这是中国，这是我们的家园，我们却要在我们的家园看着日本鬼子脸色生存下去，我们还要躲避他到处逃跑。宋汉琪，你知不知道日本鬼子拿着老百姓的人体做试验，逼着良家妇女去做慰安妇，这一切都活生生的发生在我们的眼前，你却视而不见。你为了你自己的小家小业，你出卖朋友，你出卖同胞，你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？你知不知道日本鬼子拿试验对象叫什么吗？叫马卢达，日语的意思就是木头。也就是说，在日本人眼里，中国人就是任人宰割的木头，而你在我眼里跟木头没有什么区别。我承认，过去我一直觉得我很亏欠你，但是我现在终于明白了，我们俩为什么不能走到一起。因为我们完全是两路人。行了，志敏，我不是喜欢这样。我一个抓小偷小摸、维持个居民基本治安的，我只是个小人物，我又能怎么样？志敏，难道我只是一心一意的爱着你，这是错吗？你没有错，错就错在我们俩有太多太多的对立面，所以我们俩没有办法走到一起。不对，你之所以这么说，你就是想离开佳木斯，想要抛弃我。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？啊，你让我还怎么活？既然你这么在乎挽救民主、挽救无辜的生命，那好，志敏，如果你非要离开我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，我当场我就死在你面前。汉琪。宋汉琪，你是中国人。当我们的祖国受到外地的侵略和蹂躏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以置身事外。你必须做出正确的选择。谁呀？哎，大爷，我是小周啊。哟，周，你好，你好，快进来。
大爷，那个不好意思啊，又来给您添麻烦了。哎，去哪里了？这小子，这长时间你不来看看我？哎，不好意思，这么个事儿，我呀，把这个女孩啊留在这儿寄宿几天，我出去办点事儿。啊，好吧。哎，文丽啊，这大爷是自己人，你就好好在这儿待着，待几天，我办完事儿回来接你。齐大哥，我们不是要上山吗？你这办事是什么意思啊？咱们走的时候，志民不是留下了吗？我不能把他一个人留在佳木斯，太危险了。哎，对，我也奇怪，志明姐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出来呢？她是不是有别的任务啊？具体原因我也不知道，所以我得回去找她。不管怎么着，我把她带回来，到时候一块儿来接你。我就是担心你们的安危。你放心吧，我不会有事的。大爷，那个后山有辆卡车，那车上有粮食和药品，都是咱们需要的。我用树枝把那个车已经整个盖起来了，那车上有几个人我都绑好了。你抽个空到山里去。放心吧，天黑我路熟，耽搁不了。好，那就麻烦你了。哎，没事。那啥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哎，好，在这儿啊。那我送送您。您快点回来啊。哎。黄爷，孙汉奇今天去过什么地方？他从家里面出来以后，去了一趟景宫局，然后就到这里来了。你确定？确定。他没去过其他地方？确定。这就奇怪了，孙汉奇没去过其他地方，郑志明也没有从屋里出来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个确实不知道。小李，怎么样？票弄着没有？弄到了，去吧，你很重要。不过，这票要等两天才能拿。一定要尽快的拿到手里啊！另外啊，还有一件事，你帮我去做。哎，什么事儿，局长？我记得，你说你有个表哥在银行工作是吗？是啊，怎么了？我需要你啊。让他帮我做一个假账户，然后把我的钱呢，偷偷的转到哈尔滨去。局长，这不太好吧？我担心会出事。你看你畏手畏脚的，没有必要嘛，又不是什么杀人放火的大事儿。小李，只要你帮我把这件事情办妥，我就按照约定，让你坐上副局长的位置。不是想办法，就拜托你了，一定要办到，好吗？就这样。
纷飞，思念退，等不及妩媚。夜下沉，你盼谁？轻笑长门飞，苍天弄人无罪。我曾说我要回，咽下诺言，来生找你对。手挽手，无根尾，血染江河水。家国破，山河碎，相约在轮回。自古命无归天，是非美丑真伪，时间一早，我无怨无悔。宛在水中央，写下伤和泪，一腔胭脂，千年水。宛在水中央，忘掉错涛涛千古垂。